真多，就是一首歌，一首歌，唱出了人生的苦与乐，人生的苦与乐。走过坎坷的路，穿过奔腾的河，走过坎坷的路，穿过奔腾的河，听唱海与河，尽是喜悦和挫折。走过坎坷的路，穿过奔腾的河，走过坎坷的路，穿过奔腾的河，歌声那响亮，你们是谁？电脑老弟，电脑老弟，节约时间，赶快做他们的俘虏，听见了吗 ？OK。咱们不能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哎，我就是为了那只小货箱啊。这小子倒吃得下睡得着。大哥，难道你指望他们能招供？二弟，这回听你的，把他们统统杀掉。对，统统杀。哎呦。你的车技真高啊！二哥，你还不知道啊，我和你那个卷毛兄弟拜过把子，弟兄们都说我俩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。闭上你的嘴！我要是卷毛，宁可光屁股，也不和猪穿一条裤子。
闭嘴！明天老子用火箭筒毙了你！二哥，二哥，快停下！快快快，快点去！蠢材，刚才如果减速，不但隧道门不会打开，还会落下深渊。对对对，二哥打得非常及时，非常及时啊！你这混蛋！啊，猴子没了，猴子没有了！嗯，啊？咦，怎么回事？24小时到了，电脑猴已经变成气体了。那我们再也收不到有关的信息了。就是。但是我们已经弄清了水下监狱的入口处，立即行动！是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阿辉，准备好进洞。是。时候你的头脑能像你的胃口这么灵就好了。二哥，现在我的胃口还不算是最好的。听着，立即处决车队那些家伙。为什么？侯警官神秘的失踪，他神通如此广大，一定会来劫狱的。二哥，你真是智勇双全啊。
妮妮小姐，我荣幸地通知你，一分钟之后，一颗子弹将从这儿穿进。嗯各就各位，是、是，枪上膛，瞄准目标，预备。狼被一架直升机接走了，要不要追？不，我们立即去停车场夺回物资，出发。前面就是他们的秘密基地，物资和卡车都在四号仓库里。我带领大家去夺回物资，用火箭彻底摧毁他们的老巢米什卡酒吧，彻底消灭这批匪徒。是，战斗结束以后，我们还在松树林会合。再见。快点快点快点，老大命令12点出发，开往零号基地。瞧，你们看，这是老大的赏钱。赏钱啊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师哥，师哥，匪徒们把自己的老巢给炸了，看样子是主动转移。听到了，请回答。继续跟踪追击。是。茂兄，把这酒吧给炸了，真是可惜了的。炸了也比被他们搬走好。你想想那个猴子的武器，我就头皮发麻。北兄，我也是心有余悸呀。防空警报。
能往哪逃？快快跑！他马上就回来！哎，妈呀，他又来了！开得慢点儿。明白。西西，当心呐。哎。对，这只藿香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保卫它的啊！是啊，老伙计，你辛苦了。没什么，老兄弟呀、啊，你好啊！师哥辛苦了。可爱的妮妮，你受苦了。霍警官，我们记住这次教训。朋友们，准备出发。包警官，你还等什么呀？快上吧！